参加比赛，啊，这个就是台湾地区。
啊，前头摆伊圣经最后一部分创造，诶，阿弥山给铺上吼，所以伊才得到多少短短个时间，非常短暂。啊，伊1912年出世，1916年就去到厦门，啊，后来可能现在又落落去是又转去台湾，但是伊是从台湾铺上并冇到啊台湾，但是呢，台湾一直深入伊心中的影响。那当然，两多年来，大家对于艺术文化个人程度的帮助，会从事于会帮助认同。但是我想到我们亚洲民族方面，你感受到的一种认识当中，对自家故乡、故乡嗰种意念哈、澄清哈，我想出来两种的感觉，不一样同的啊，享受的愿望，啊，每一张啊，又采取些愿望哈。两处有一种的面型的普遍性，那像也是那里客家的作家吼，做些文献专门那里台湾音乐也好，世界音乐也好，啊，台湾人古早的羽毛，其实有几句吼，啊，对台湾的文化吼，大厦特征所做的基本古早吼，整段不用词啊，希望其实有几句得到你那时候。